脑筋急转弯，请问如果画画，大楷蜡笔最喜欢拿什么颜色画画？答案是棕色。为什么？因为大楷最爱棕笔。不必问，不必算。那又才艺功夫。我是其实是一个大渣男。你提西西。阿萨辛的本拠。先处理阿萨辛。马斯ターについても果知然りたあ、いと每ころ。一代都是要先处理阿萨辛，先处理阿萨辛，再来就是卡死他。それランサー会自爆，巴萨卡不用理。ユリ、ここは何の店だろう？一看就知道啊，孔雀。あいらないぞ。没钱啦。見ろ、ユリ。又怎么了？这间有什么？陀螺店。ここは一体。曲芸小屋だ。コマ。当然だが銭。切。没钱啦，就跟你说没钱啦，你也不用再跑了，没钱就是没钱啦。ユリ様。洛璃来了。お会いできてよかったですわ。アリアか。洛璃真的很棒。16滴血把我斩了，没有土片，我先开蓝蓝帮啊。これで終わりよ。魔術の真理を掴んだぞ。世界終わりだ。メイクに宝は持ってけねえぜ。你这个僵尸为什么会无限复活啊？聖人ヒラで死を恨み活髄。俺は泳げないのに。怎么有那么多僵尸啊？阿尼亚大受震惊。主要有两类，一是各种社恐人的自闭日常，什么在班上没朋友只能一个人吃午饭啊，老师让自由分组永远找不到队友啊，日常说话的对象只有家里人啊，不好意思去柜台点。哈哈，这个真的是你们，哎，直接 ES7 全跳过来。现在哎，对，又是这个，是不是感觉真的要抽到耶稣了？为什么啊？连金箱都是这一件呢？哎，对，第三件啦！我就不信！哎，对，为什么我的跳会输给他这个啊？怎么可能啊？哎，好啊，他竟然还来得及放第二次。你整理异星工厂 MOD 了，要怎么给我？请找 Ever。他觉得我很奇怪，但我其实没有。哎、欸，我这里有个人手铐标志，冲出去了。手铐标志，定义啦！定义啦！手铐标志、啊欸，没有，他去铐你。不是啊，他。嘿，干嘛 ？OK， 面具戴起。你怎么又戴起来了？你正在重整。两个人同时按下按钮，阿曼再来一个跟我按按钮，大凯你来跟我按按钮，我来了，怎么按嘛？来啊、哦，数到三一起按，这个一起按这个，两个人按一个啊、哦，三啊，我死在哪里啊？我在地下室啊、哦，我在外面的地下室啊、哦，救命啊！五秒喽，米喵 K， 你在哪里啊？我进去了，我在牢里啊！大碗牢饭，大碗牢饭，牢饭吃到饱。哇，米拉奇！哎，对，你们有什么毛病？跑这边啦！1909啊！现在哪里啊？同意，同意，同意。6061啊！那我已经同意了。你已经同意了？我觉得我们可以拼这一票、欸，哎。6601吗？我很难相信你的事实。有吧？我知道有吧？你好可惜，贝贝。我找到那一台手机啦！我找到那一台手机啦！哎、欸，你有办法拿我们进卡吗？还是你要偷偷的？哎、欸，我可以拿。我偷偷的，我偷偷的。
好像可以偷偷的把面具戴上去。投票重新，投票重新开。老头，有拔蜡，全拔蜡哦！就我，就你全拔蜡，出发。我应该在车底。哎，车底好哎，大海来车底吧，在车底我们可以互拉。啊，下面一楼，一楼往二楼。啊。我飙车。Please follow me。走吧，你车速过快，刚好，刚好就在这里。不是，你先绕进去，然后从那个后门走出来。哎呦，那个格斗高手、哦，哇，用传音功夫！你笑了，恐怖！你笑了，你怎么又死了？不要是那个 Hunter 啊！哎，已触发啊？为啥？走那么快？为什么被铐了、啊？为啥？我没有发现欸，没有，我就躲在角落偷看他、啊。难道看他也是一种错？没事啊，等戴面具抓人的那个可以顺便救你啊。哎，对，戴面具了，戴面具了，同意，同意，四个同意。对了，冲啊，酸啊，在哪里啊？从哪里走啊？快！哎，哇，为什么车跑了、啊？什么？撑到接应一下、哎，车怎么走啦、啊？快回！车会走的，为啥？回一趟，回一趟。躲金库，躲金库，躲金库。大海，你身上有钱的吗？有。赶快来丢吧，赶快来丢吧，我也倒了。Chinese 功夫，哎，李小龙，哎呀，哎，一拳两拳，哎呦，一个回旋踢，哎呦，往前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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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脸，哎呦，歪了，哎呦。哇，有钱，有钱，有钱！你先架枪，先架枪。我去解除那个。哎，钱充坏了。人坏啊？全坏了，只剩200块了。走了走了走了。两百块，剩200不错了。吴主播就是女版的我，你是说吴主播文盲、白痴，然后整天耍他，就是。好可怜啊，可怜啊，这就是吴主播啊。12月15是几号？讲讲，啊，今天我真的不睡，啊，兄弟，我真的不睡。下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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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Everybody！ 啊哇哇，好哇，好凶，好凶，好凶！哇，下去了，呜呜，下去了，还被吸走，走不得。哎哎，奥特曼空了，罗拉回来，苏哥下去，砰砰砰，咚嘟嘟，啊怎么停的？哎，输了，嗯，哈哈哈现在最肥的也不是我、啊，我告诉你，我上次跟阿毛出去吃饭那一天，我告诉你，阿毛现在超级胖，哈哈哈哈哈哈 ！OK， 我心态都回来了，我现在是最高分的，哎，我现在是最高分的哦，别嘴哦，我6045现在最高哦，我决定要来开盘的，我要来开加分或扣分的盘的。我觉得吃鸡盘已经不好玩了，它已经不是我能操盘的了、啊、不是，它已经不是我能掌控的了。大威天龙在我这啊，哎呀，6000，啊，可怜的、啊、朋友，可怜的、啊，大威天龙最终眷顾的是我，是我，拜托掉一颗人猿金石救救我吧。观世音菩萨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掉一颗这个救救我吧！啊，显灵了！啊！看我不小心按错，哦，白痴哦！算了，不要当小丑啊！嗨，正面对决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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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我那么爱去上学的人，我怎么很
放火烧学校，一接就像个小丑一样，这么打个，偷偷的，偷偷的拉扯，不要慌，他打不到我。你下次剪我这个发型去拍照，你有必要这样毁了自己吗？没有必要。就谢谢女实况主都会抖两下，也不是你定的，正在叫什么？你定了是不是？冲！啊轰！好，前戳，我可以 A 两下。好 ，A。是啊，感觉我是故意的，哈，可怜可怜，这些怀疑我是不是我是故意的，可怜可怜，太夸张了，你这种言论大概就是，大凯你是不是真的很喜欢这样赛跑？为什么每次要跑那么久？怎么可能是故意的啊？有病是不是？就这个关卡就很低能。你们还要耍低呢？他是很喜欢，是哈。啊啊啊！哎靠，小危险！哦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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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压力，不是说洗黑人头，虽然那样我也蛮有压力的。落下攻击啊！我太早了吗？哦，还没到点，还没到点。愚蠢！我正想要去嘴，我正想要嘴刚那个说自己后悔的那一个。我们蓝蓝帮不需要如此懦弱，懦弱的人。好吧，其实他想跑是正常的。哎呀，其实他想跑是情有可原。对。哭啊，好痛啊！啊，不要了！我真是拜托他不要拿那小玩具枪一直射我，这真的很白痴哎！我头上窗帘是哈，头现在变窗帘了。第九名轮得到你吗？哈哈哈哈，艾斯比较可怜，那个没球，那不用理他。好渣啊！我好渣啊！我是其实是一个大渣男，会不会？我是很有潜力的渣男。接宝宝，怎么样太强了，还没有使出全力，对方就没有写在眼影，我觉得有点对不起他。我没有在帐篷中让他展现他全部给我，杀手不是 DOD， 而是比我强的家伙，真的太好了。什么小啦，杰宝宝，这又是什么啦？正在那个打王是不是对峙是不是？这是黑魂第四集啊！这张日票目标总共花多少钱？不必问，不必算，完全不需要知道答案，你只要知道今天玩得很开心，昨天玩得很开心，十天玩的都开心。这是要参考他的发型吗？参考阿丁的发型，我不如剪光头。整个退取最强的。台语主播吴老师吗？我是一定要去跟他请教请教的。说臭臭的乱讲。对啊，有在健身又会教台语，这么丰富的台去哪里找？你讲话刚有需要安呢？这句话也是看我们吴老师学的。你去打那个团就是赌神机嘛，中秋节看会不会有屈原来救你。那不是屈原啊，屈原是什么？屈原是端午是不是？很容易分错，我没在过节日的。屈原是你美白瘦子了啦，不要这么生气啦，屈原。屈原粉丝团不用这样吧？那就是屈原粉丝团的，冷静一点啦。吃饱睡，睡饱吃，感觉怎么样？好爽，两个字，好爽。人生最高的追求，吃饱了睡觉，睡觉后继续吃，吃饱又睡，睡觉又吃，起来玩一下游戏，上个厕所，睡吃睡吃晚，睡吃睡吃晚。人生终极目标有啦，半真半假。实况圈跟演艺圈的差别就是，实况圈应该是半真半假。我看实况圈那个互相吵架啊，互相吵架那个感觉就蛮真的，都要喷起来啊。毛生气是真的吗？我觉得是真的，毛生气应该是真的。闭龟闭拐，我们可以今天这次教那个吴主播新的词吗？闭龟闭拐这句话，我觉得应该大家实况应该蛮常用到的。啥时要剪头毛？我已经剪完了，靠腰哦，不像剪过吗？所以我要剪到
我要剪到这样，头发整个都这样子才可以，是不是？还是开一个抖内条，抖内条到了，刘海一刀直接全剪掉。请问吴主播是真人吗？没有，吴主播是 AI。我好像20年前，就是我七八岁的时候，就有听到我妈跟我阿妈在讲话。我那时候以为是台语，结果再过了10年，就我18岁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在看乡土剧，就发现怎么跟我妈跟我阿妈讲话的时候讲的不一样，我才知道是客家话，整整被蒙在了谷底10年，我才知道原来我们家是客家人。我以为大家都在讲台语，过了10年后才发现，原来我是客家人，你知道吗？我有一半的哈嘎尼的血统。去美国好用啊，一定好用的啊！哈，你说吴主播讲的不是英文啊？早说，那你怎么不早说？你为什么不早说啊？你讲话讲有需要安呢？那贼克真的很矮吗？假的啦！我看其实贼克他妈的190，你知道吗？都是效果啦。晚了10点半，我们收工，明天再来开喽。晚安，马卡巴卡。好啊，搞成这样又怎么办？哎，不要！你那一颗是啥货？把它转过去好了。哦。你们说都不急，不要这么急哦，好急。好啊，这最舒服的画面，我现在不想动了，我这样好舒服哦。每周一句，对对对，叽叽叽叽叽叽登起呀。好，我们今天的台语小教学就是聊天是叽叽叽叽登起呀，聊天是叽叽登起呀，聊天是登起呀。聊天室戏机登起呀，对对对，滚一下滚一下滚啊，经典三桃子，好烦哦，为什么有三颗桃子在这边啊？桃园三结义，又不早说，聊天室又不早说。哎，哈，哎，他乱来，怎样啊？他还会闪现呢。你不当猛男了。画面好白，我再说一次，喜欢配对的配对厨，为什么不先帮你自己的人生先配个对？喜欢帮别人配对，你们自己的人生呢？先帮自己人生配个对。再来帮别人配对好不好？对，就是你们，就是自己，没错，不用看，就是手比着自己，请帮自己先配对。如果配不了的，聊天室也可以自己选一个，自己配哦。聊天室这边任君挑选哦。靠，怎么跑到前面了？不是，我在你的卡车呢。聊天室，我又学到一句了，我在你的卡车哎。主播这两句可以合成。我自己在你卡车等起。嗯，哈。不过在日本这么多天，会想念这一曲吗？你可以嘻嘻啦，你可以嘻嘻卡紧。主播今天第二句台语学到了吗？这句是可以学的吗？你可以，你可以嘻嘻。他那个台语，我觉得去美国都可以用啊。你这件是绝佳的狙击。是什么意思？美国人讲台语吗？我讲台语哎，去美国应该不能用吧？哦，还是我台语全球通用？法国也能用，你去试试，你别跟我讲，看周报环节，为什么上面直接给我打一个看周报环节？剪辑师只要每个礼拜天来看你台就好，而且我跟你讲，我还对剪辑的人很好，我就是固定礼拜天中午，大家都不用想时间走。就是礼拜天进来，然后点中午的时间就会有周报时间了，所以周报真的不能停更欸。周报如果一停更，我这个每个礼拜日中午要干嘛？所以呼吁各位爸爸妈妈，如果以后你有没有生小孩，千万不要突袭检查，也不要去摸主机后面，
进电梯更要走慢，就是进房间更要走慢一点，不然你小孩叠的狗吃屎怎么办？牙断了一颗都你们害的，所以大家最好都给小孩子自由成长的空间。哎，我左边这个，你要跟我12月15号一起去演唱会吗？要，一起去吧。请你回答我。嗯、好可怜，超级可悲。你这样下周周报，我觉得自己很可怜。12月15一起去。对对对，下星期我就有人陪我一起去了吧？我已经要看约一个人了。嗯，我们一起去，我们要两个人一起去。Dragon 这个吗？捐群幼稚园的小朋友们要合力画一幅画，老师让小朋友们选自己喜欢的颜色作画。狮子丸一边喊着我是蓝色，一边拿起蜡笔上的蜡笔在纸上乱涂。小五拿起黄色，在下方画起了花朵，并在花朵上画了笑脸，这是一朵开心的花。丁义拿了墨绿色画树叶，他一边画一边数，数到一半就脑麻了。阿毛觉得画画很无聊，所以一个人在旁边玩起了扑克牌。这个也太不合群了吧，人家叫你画画你在玩扑克牌。狮子丸看到后跑过去说，阿毛只是画得很烂所以不敢画吧，结果就惹毛生气了。白木同学，白木小朋友，大凯拿起了棕色的蜡笔画起了树干，树根画得很粗壮，看起来十分勇猛，树枝也像是手一样大大的延伸了出去。阿杰一开始拿了白色在上面画云朵，画到一半可能是觉得无聊了，开始涂狮子丸的手并说，你看好白痴。突然又说，这其实是一棵苹果树，就拿起了红色开始在树上乱画。哦，我好想再画一些芒果。吴主播，你的花颜色太少了吧，多画一点。说完就把小五手上的黄色抢走，把红色丢给他。不是，我就想要黄色画画，我不要红色。 OK， 这个胖虎，胖虎同学。王永杰，你画画要认真一点。丁义在旁边笑着说，说啥呢，我又不像某条傻狗连数数都不会。说完两个人就把笔丢着打起来了。 OK， 把我的笔抢走，又把我的笔丢掉，我的花还没画完呢。狮子丸为了帮阿丁也跑过去凑热闹。胜败本来拿青绿色在旁边画草地，看到其他人跑掉后，他只好默默地把没画完的树叶、云朵、天空扛下来，一边画一边碎碎念，我到底要画几个？老实说我还蛮有美术天分的。欸，不是，狮子丸到底要不要给我蓝？在旁边的小五看到后被吓到，偷偷地跑到走廊上去装水了。感觉嘎啦看起来好不合群哦，他怎么拿起扑克牌玩生气就没了，其他人都去打架了，他是一个唯一没画画的，所以考上台大。你说这个幼稚园里面他是唯一一个没有再跟大家一起画画的，所以他要考上好学校哦。哦，我只能说这个幼稚园里面有拿起画笔的都没有考上好学校。 OK， 今天的台语小教室，叽叽里里卡称登起里起西西耶，你今麦讲话敢有需要安尼声声唱唱？